工作思维，我跟你讲，中山拢提案啦，哎，中山拢提案啦，因为这做的物件拢是困难，啊，有可能合约在那上面，这条规定在那个人家用。有可能是拢讲差不多，就其他个厂家，反正拢都会拢讲好啦。包括你话 A 啦，你讲啊，拢包括了，包括了，包括了，那些啊，其他啊，都比较有希望。你讲你讲好啊，讲不了啊，这样子啊，他现在就保级就存在啦。他现在是，哎，做什么？不要讲话，好啊。